关于你回京言，我仔细考虑了，我看你还是写份检查，这样我对上下有个交代，好吗？嗯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我知道公司内部员工是不可以互相谈恋爱的。你谈恋爱了？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呀。什么？我要跟您谈恋爱。您拿着，书我会看的。你这是真的假的？